但是你帮我算的。老师还忙着录音。金箔茶室。金箔茶室，对。这跟那个圣彼得堡的琥珀宫一样，苏联有琥珀宫，日本有金箔茶室。日本金箔茶室。先生，你帮我照亮。天花板的金箔做的。好了，我今天把这个车子给你们。
我爱不是这三十岁。
不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哈、哦、这个地方没办法杀价，所以你买那个中式纸的杯子都没杀成功。然后大陆货的钱可以买到这个肉，是日本做的，日本做的，当然了，是日本人的公司做的，是讲价的。啊，他不杀，对，不是，他的他就是最头那个是辛苦，他是什么？他下面对，我这个是小，啊，这个没问题啊，这个一样，对啊，我这个，他这个，你知道吗？他喜欢，他是喜欢的，喜欢的，喜欢的，喜欢的。对啊，我这个是的，嗯，你这个是的，什么？不要让他刮。